恩来，恩思秦死，来者可追，是为恩来。字呢？先生给起一个吧。翔宇如何？愿你如大鹏展翅，博风积雨，遨游宇宙，报效国家。睡觉去吧，这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，这孩子们以后上学可怎么办呢？大鸾，你回来一直没有读书吗？上学堂是要交学费的，我能不能在表舅家找份差事做来抵扣我的学费？我真的好想读书。世界革命风云变幻，要走出去。我也想出去看看。想我泱泱中华，如今内忧外患，凡我辈热血男儿，救国图存，责无旁贷。周恩来，你千里迢迢从南方来到东北求学，你又为什么读书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。